塞，我看我今天个人还蛮期待今天的来宾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本人就是对于一些神佛类的题材都很有兴趣。哦，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题材。因为毕竟我 sometimes 是看得到。你 sometimes 现在有吗？有。就不要让你再期待了，没错，直接把他们请出来。欢迎奇幻喜剧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的男女主角宋雨化、曾静华，欢迎两位。来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宋雨化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雨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静华。耶！两位要不要好好先来宣传一下这部戏？哎，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。你们知道在演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所以要介绍。对，它是一部少年奇幻成长影集。嗯，对，那它里面就是借由我饰演的那个蒲一勇的角色，然后跟我妈妈经历过一场意外之后，然后获得了一个可以跟怪物沟通，借由书法沟通的能力。怪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灵体们。不是，我们的怪物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怪物是执念，从人心产发执念，然后衍生在不管是一些物品，或是一些事件，或等等的。它可能不只是灵体了。对，不只是灵体。为附身，加一点附身感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不要讲那么恐怖，我们是清喜剧，可爱的声音。但是对，但而且重点是我们每一集都有不同的单元人物。哦，对，所以很多人都有来演故事的意思。对，然后虽然我们是有点清喜剧，但其实里面我觉得要讲的议题还蛮深的。嗯，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到怪物的，他可以用书法跟怪物沟通。对，那你也是可以吗？我是凡人。你是凡人？不是，就是因为不是，我就是说他借由他的书法能力，我们旁边的人才有办法看到。嗯，那你演的凡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我是一个就是一趴女警。一趴是什么意思？一趴女警应该就是美貌一趴吧？请他解释。哎，为什么要笑？什么一趴？就说那是谁？99趴在哪里？99趴就是在后面啊。没有啦，我饰演的角色是陈楚英，然后她在里面是饰演一个女警。那为什么叫一趴女警呢？除了我本人的美貌一趴之外，前一趴之外，主要是因为自己讲开的心很真实。主要是因为他其实考运不好，他其实立志想要成为一个好的警察，但是考运不太好，所以一直考不上。因为你知道，警察其实99%，其实，在戏剧里面啊，只要你有去考，其实99%基本上都会上，都有办法考过。我就是那一趴，你就是那个唯一的那一趴。嗯，对，命运的安排。命运的安排。然后，当然，我觉得我们里面像我们两个的角色，其实都有一些成长跟转变。像我们的，就是其实这个。陈楚英他是执念非常深的，有时候当你的目标很明确，你一直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有点忘记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初衷。对，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？不是，你知道我最近去上一些课程，你知道，就是他就说人在就是要跟不要，就是当我不想要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，反而会更明显的在你心里出现。是不是跟谈恋爱？我还以为是不是跟谈恋爱一样，就当你没有特别想要交另外一半的时候。就出现，然后特别想交就一直单身，对，一直单，类似想交，就执念太重的时候。你这个超不想交好假哦，你感觉看起来超想交，执念都在这边，你的执念在旁边笼罩着。你会学习他们这个方法，对对，听他们这样浅浅讲一下，蛮期待，很好奇哎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卡斯，没问题。来，那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，是不良执念清除师的 VCR， 看一下。找到你了，我美到让你吓坏了吗？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！由曾静华、宋雨化、彭倩佑所主演的奇幻喜剧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即将在4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八大戏剧台播出。敢打人！曾静华为戏认真学书法，让宋雨化对他印象超加分。对你第一印象好像是在那时候的剧组办公室，那时候很认真在写练书法。哦，对，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、很认真的人。事后跟他认识之后，发现，是个白痴。没有，自己讲。对，我是没有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他对工作的态度跟对角色的负责任的那个态度，其实就是
很棒。曾静华写的一手好字，会不会在过年也写春联送给大家呢？我们都有在，真的厉害，真的真的很漂亮。请打这个专线，请打这个。想要的话，明年的春节就是可以收到静华的春联。对。不要批我的形象出去。剧中饰演女警的宋芸桦，为了开警车也是非常努力练习，只是驾驶技术好像堪忧。我跟你讲，都没有进步。超荒谬的。从停车场然后开车到某一家便利商店，那个不到三分钟的车程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练一下，这样。对。殊不知我们就在停车场待了10分钟以上。对。因为我开不出那个停车场，他前面车头已经快对贴到了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就说，来倒车倒车回来，方向盘了，然后就叫他下车，你给我去做副驾。想看更多专访精彩内容，敬请锁定百分百官方频道哟。报道采访组采访报道。看起来很有趣耶。有趣，而且我对那个有一个声音非常的有印象。那什么声音？找到你了。你是很想演那个角色？我想演这个古装的，也太美了吧！你可以演呢，你完全可以耶。我跟导演说一下，如果有下一季的话，可以下一季我来客串这个。而且刚真的已经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卡司，没错。你要不要再讲一下，隆重的来讲一下有谁？还有一些隐藏版的，像刚刚大家有看到饰演你妈妈的景华，杨景华，没错。然后我们的单元人物。哦，太多了。姚淳耀，哦，范晓萱，哇哦，黑佳佳，哇，然后郑元畅、郑仁硕，还有其实还有一些还没有，还有一些不能，还有一些暂时还没有更隐藏的人物，但是可以给大家提示一点点，有从泰国来厉害的演员 Lisa。太果然厉害的演员。如果我们请到 Lisa 的话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很屌。哎，我看爆哦，看爆什么？可惜是 Lisa 的朋友吧，我不确定。但是也是非常的期待了。对。但我们今天是不是先要玩游戏？好啊。玩游戏吗？对，等一下再玩。对，等一下再玩。突然一个，不是，因为突然你刚刚有没有怪物？没有，我刚被看到一些东西，想说，哎，现在好像要玩游戏了。结果其实告诉你，我直接告诉我还没。好啦，我觉得那我们就赶快来玩游戏好了，可以，但是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啊。广告回来，我们有个游戏叫做是不良画像猜一猜。好的，这个游戏呢，跟大家讲一下怎么玩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屏幕后面会出现字、人名或者是雕像或者任何一个文字，然后两位呢要画出那个人的样子，然后旁边的人要负责猜。那每一幅画呢就有20秒钟的时间可以画画哦。那猜到的就直接讲，然后讲到对为止，哪一对答对最多，另外一对就要接受我们的恐怖的惩罚。呀，所以你们输了，你们就要用很恐怖的方式来宣传哦。很恐怖的方式。到时候再跟你们讲，给你们决定是吗？好的，是不能拒绝的哦。那我们赢的话呢？你们赢的也是要宣传。好，来，你们拍出的画画是画画是宋芸桦，对，没错，那是黄伟晶。好了，来了，好，第一题题目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彩木，请出题。你看，先让你。我猜你赶快猜！草间弥生，草间弥生。六雀斑。啊！干嘛啦？谁来信美？来信美。杨景华。哎，答对了。酒店里面，这多像草间弥生呐！等一下，我在草间弥生合理吧？等一下，他刚刚我们在 Ray 之前，他跟我说他真的很不会画画，那我说我也不会，但我现在真的跟你说，你不会画画，你不会了，你看到我的了吗？不是，你真的气死！我在草间弥生，现在是一杯酒，妈妈嗓，妈妈嗓，你画是长发哎，我忘记了。你画这个是郭雪芙吧？他在华灯里面是那个。郭雪芙会生气吧？帮我寄给郭雪芙来，下一题，来，搞笑一下。不要，我们就你就一分，下一题。干嘛不让你干嘛啊？啊？哇，这个好紧张哦，完蛋了。大卫雕像，大卫雕像。啊！有认这个。怎么可以？你早一点画嘛！我怎么还没有画到呢？你早一点画，我们凑成一组。
组。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大家这样长怎样，我不知道要画什么。对呀、啊，画这个东西啊，先画鸡鸡。这个是可以播的吗？可以。重点被他们抢先。超厉害了吧？算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逻辑。好，下一个重点。好、啊，重点先出来。好，可以了，请出题。完了，一比一，我好紧张哦。九八七六五四，是违禁吗？答对了。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帮你画的很好哎，因为我今天戴眼镜。不是你自己画的，我哪看得出来？我有给你看我两根掉下来的刘海。我两根掉下来的刘海，自己画八块鸡，我六块鸡，我这是围兜兜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有一个卡通是蔬菜头，然后是这样子的人，你知道我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像啊，蔬菜，我知道，很像。哎，你很会画画呢，哎，你知道我怎么抓这么猜的？你怎么猜的？因为我一直在看他吗？对对，你一直在看他。哎，啊，对不起，哎，是这样，好来。不是，我要看一下你长什么。下一题啊，我今天来个直接中掉了。这什么？丢脸啦！六五谁啊？宋雨花，我画的跟我今天一模一样，我的大象跟我的脸，你怎么可以猜不出来？我跟你猜到，这个我觉得是恐龙，可是我贵不是大象吗？你这是水龙吧你？对呀。那个是雷龙哎，这个好难。哎，其实我画超像，我画的蛮像的。我刚刚玩的那个女武士那边猜古装剧啊，什么东西？我刚刚一定要先試試。我们下次先赶快乱猜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策略就是乱猜。我们很拼耶，二比二画重点。好了，二比二是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你要离我近一点。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。答错。蒙娜丽莎的微笑。是跟我说是蒙娜丽莎的，等一下，没有，等一下，不是，你看我那个你这个是蒙娜丽莎大灿笑哎，我们是微笑，你是裂嘴女，你是裂嘴笑了吧？我这边画框了，往画那边想，你看我这个，可恶，我头发可以，真的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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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努力一下，准备等着用惩罚方式宣传，还有画作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下一题请出题，都有。我跟你讲，我学他的画作，你猜他的。那个冯丽所，答错，接近了，别等下，别这样子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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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那个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杰森，不是，不是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想，我想，那个。光头，谁的老公？谁的老公？对对对对对，最近很有名的姐夫。我刚没有，对对对，普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普姐夫，普什么？普有趣，然后这样，好大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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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谁的？谁的？我们已经猜对了，我们已经猜对了，鞠婧祎，鞠婧祎，鞠婧祎，普有趣。我其实想了一下，不是，我忘记，我忘记了全名。所以你看到我的，你知道是谁？我只知道什么意思。对，哎，但其实我看到你，我知道是谁。你知道谁？所以你，你懂我，你懂我。OK 啊，哎，好好玩哦。我眼睛歪掉哎，那我还有机会逆转吗？冯第一手那很接近。可以吗？我没有画板了，你还有吗？这里还有一个，我们没有画板。哦，好来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有粘在一起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来，那你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气死我了。好来，好，下一题。彩木，请出题。呐喊，呐喊，呐喊！你好厉害，你好有，你好有！哎，我很会看图。好有，我会不会被呛啊？我是爱看图书馆的。我们画的好好哦。是这样吗？你很厉害，每月画框从画那边去接手，接手，接手，接手。没有，我们已经要接手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给，你给他画一下好不好？有问题吗？那你画背面，你画背面，你画背面，你画背。然后我帮我们两个猜。好，你要，好好来啊，再一题，好好玩哦。
好好笑、喔，我要疯了。红粉往后看。好，我要往后看吗？你要啊，你要，我们两个看，来来来。好。哦，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难哦、喔。小赖，错，是，彭千佑、林浩轩、曾静华，答对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会？不是我刚刚想的，没有，因为他今天有很多扣子啊，他画他皮，我刚刚就画皮缝缝啊，皮皮缝缝，皮皮缝缝，其实好画的蛮好的，纸扎人，曾静华眉毛很浓，纸扎人嘞，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画眉毛，我很浓的一个小眼睛啊，都画出来就可以。好好笑，哎，他也蛮会画的啊，他也蛮会画，都很会画画耶，卡通感呢，对啊，很像那个有一个卡通，也是那个有鸭嘴兽的那个，好感，哎，我们大获全胜，对，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他们也画的蛮努力，蛮会画的，对，好好宣传一下，好好宣传啦，让我们好好宣传，好，节目人真好，那我们来不良执念清除师。4月15号，每周六8点，在两个平台播出。第一个是爱奇艺国际版，全网独播，以及八大戏剧台，每周六一样是晚上8点，而且更新2集。所以请大家支持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，谢谢，记得要来看哦，多多支持。好的，那今天谢谢两位，没错，多多支持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哦，谢谢。最后 MV 播放的是 Mark23 跟 OZ 的《情人》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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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吗？快点！头很晕。